给你啦。我去开车，你的车子没有楼梯上来。没有，我们用走路的。我们等一下爬好。这里这么大。等一下爬好，让你看机会。一对，我有看到。他上面有四间套房要租，对，但是他不想当房东，很麻烦。我想说，我可以帮他当。他不想当房东，但你直接 Google 天路，你知道路在哪里？上面在停车子停上面的不知道在干嘛？对啊，他走到。